它一般日夜会有什么比较？它主要是街调，街调的部分会差距。在我们这比较暗的环境下，其实看得到的细节会更多。应该是说，如果你在环境是够暗、够暗的情况下，即使我把街调降到很，应该说把那个街调把它压得很低的话，你细节你都还是看得到。那如果是在亮场景的话，你不可能把基调压很暗，整个基调压很暗，因为这样子会，因为光源太亮了，所以你会根本都看不到一些细节，比如说车子里面的一些仪表板之类这些东西，对。